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你还能坚持吗？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老师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啊，不合适吧？比赛中途离场，必须老师一起陪同啊。那你还去吗？去。那行吧，走吧，快点。 知道今天比赛头一天还乱吃东西，赶紧去吧。好的，老师。快点啊！好。哥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今天辛苦你了。老师。不好了。那快走吧。哎，同学，这边。